熟悉周边的超市都有什么，所以我提前两天订了 NTUC 超市的配送，今天早上很早的送来了家里。我选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10点送到，他真的很准时，8点05分就敲我家的门。这一包是紫薯，西兰花，买了两个豆奶，是冰冰的，刚从冰箱拿出来的。两个豆奶，这边还有两个椰子水，这个买两瓶都是有折扣的。这个美极的酸奶呢，是买四个就会有折扣。算我的最爱羊的多。这个是用空气炸锅可以直接加热的日式饺子饼，两盒蓝莓，一个橘子。好新鲜的油麦菜，这一个是这一个是笋，竹笋。西红柿Wow.